葱花、香菜、辣椒，没有蒜末。来点油醋汁儿，咔咔往里倒啊，油醋汁儿。昨天干嘛去了？打麻将。没有油醋汁的，你们可以放那什么的啊，什么酱油啊、醋啊、味极鲜呀、这些。放点糖哈，这个糖一定要放了去啊，这不是盐哈，一定要放糖，不放糖的话不好吃，真的，听我的，不放糖不好吃。然后搅拌一下，来点蒜末，来搞进去啊。因为我调的也不少，也调这么多呢，加点水吧，干脆。再加点水吧。调的也多。来，最后一步，老铁，是不是缺少点什么灵魂？缺少点灵魂。辣椒油必须搞里头，不搞你怎么能叫小料呢？你不搞能行？对不对，老铁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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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不得了，可不得了！哎呀，有没有食欲，老铁？有没有食欲？我来尝一口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太好吃了，不管你是蘸肉啊、蘸饺子呀、拌面条呀，都行。哎，放水真没水，不放水的话，不放水的话，它那个味儿重。辣椒油有吗？有。这个辣椒油，油泼辣子辣椒油，有没有收到过的呀，老铁？好不好吃？油泼辣子，里面拿一瓶整瓶的啊。一瓶是400克的啊，一瓶是400克，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、防腐剂，里面就是植物油、辣椒、芝麻、香辛料、八角、花椒、食用盐、陈皮这些，看到没有？可香可香！当然你吃的时候你一定要晃一下啊，一定要晃一下，把这个那个什么晃一下再吃啊，特别特别香。它不是特别辣的那种，它不是特别辣的那种，吃面条呀、吃米饭呀，你都可以拌着吃，做些调料呀都可以，反正辣椒油用途特别多，直接夹馍吃都特别好吃。一瓶400克，平常你在外面去买这种辣椒油的话，200克一小罐的那种，200克的啊，它都得卖你20块钱那里了，老铁。20块钱那里了啊，就是200克的对不对？我这是400克的，400克的我卖25.9块，今天上架是不是？来，今天所有想要的25.9块，直接给我上车，拍一瓶发两瓶啊，买一瓶发两瓶。上好了，可以开了。油泼辣子25.9，两瓶上车，真的特别香，每一瓶都400克大瓶的啊，不是那种200克小瓶的。老铁，你知道做小蘸料呀，是不是？吃就直接吃，就是平常吃个包子、吃个饺子什么的，就直接兑醋，这个辣椒油直接兑醋，然后就饺子蘸着吃都特别好吃，老铁。超香。海螺咋做？海螺就蒸一下就可以了，它本来就是，也不需要什么太高端的食材，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这个来了肘子皮，老铁，哎，这肘子皮太大了啊，咱一口吃不了。关一下门，来剪开，蘸上这个秘制辣椒油，秘制小蘸料，来吧！哎呀。12个月的保质期的辣椒油，没有任何添加。就行，两瓶，25块9两瓶，每一瓶都400克。咸吗？不是很咸。这是一瓶哈，它里面的芝麻呀特别多，老香老香了。吃的时候晃一下啊，晃一下。平常做小蘸料呀，就是做个小调料什么的都可以。你看这芝麻，老铁。25.9两瓶，每瓶400克。小看我吃活猪的，今天没有准备，老铁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不用拿着了。真大锅碗。辣椒油不是很辣。